这是连续三年获得男子男拳冠军的广东选手杨世文。杨世文有小男拳王之称。南拳的流派分法，以广东一省建立拳书的就有洪、刘、莫、蔡、李五大家，套路数百种。南拳的手型有拳、掌、直、爪等。南拳特点进退快速，攻守兼备，灵活多变，突然短期。南拳的发声是随着不同的拳势的变化运用不同的发声，发声呼喝，一助拳威，二助发力，三助形象。